Hi, my name is Kai Yua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要来快速开箱，然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Pudding。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一个 YC Onion Pudding V2 的口袋 RGB 摄影灯。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LED 口袋。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 口袋摄影补光灯，那它也是 RGBWW。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Pudding V2 口袋摄影 RGBWW 的。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 口袋摄影 RGBWW。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 Hi, my name is Kai Yuan. 今天来跟你分享一下这个 YC Onion 的 Pudding V2 RGBWW 口袋摄影补光灯。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吧。OK， 所以盒子里面第一个 ，OK， 所以盒子里面有一个竖口袋。然后里面有一本小小的说明书，然后里面还有一本，里面还有一本小小的说明书，还有一张温馨提示。盒子里面还有一本小小的说明书，还有一张温馨提示。
有一个小小的热须，还有一个小小的热须接作，就是你可以下，还有一个小小的热须接作，那这个就是可以让你放在你的相机上面热须。还有一个小小的热须接座，那这个热须接座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相机上的热须，然后你就可以把你的灯放在相机上面。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那盒子里面还有一条 USB Type C 的充电线。OK， 那最后这就是我们的布丁灯啦。OK， 那这就是我们的布。OK， 那这就是我们的。OK， 那这就是我们的 Ysionian Pudding V2 的布丁小灯。那最后还有一个白色的，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光罩，就是让你的光线变得更加没有指向性。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这就是让你把你的。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那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光线，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光罩，这就是让你加。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柔光罩，这就可以让你的光线变得更加。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这个就是可以让你的光线更没有指向性，就你可以往前照。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那这就是我们的快速开箱啦。那接下来我就会来跟大家深入的分享这一个布丁 V2 的小灯到底。它的功能啊，然后到底使用如何使用？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就这样子。那我们的快速开箱就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布丁 V2 的小灯，它到底好不好用啊？
那最后我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V， 那最后我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最后我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柔光罩，这就是。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就这样。那我们的快速开箱就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快速的跟大家分享。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柔光罩。那我们的快速开箱就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快速。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个 V2。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V2 布丁小灯，它到底。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柔光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跟大家分享一下总。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柔光罩，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柔光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一盏 V2。布丁 V2 的口袋摄影灯。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柔光罩，就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如何使用这个布丁 V2 的口袋摄影灯。它的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V。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柔光罩，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摄影，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柔光罩。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盏布丁 V2 摄影补光灯到底如何使用，它的功能有哪些，然后我们也会实际拍摄一些影片跟大家分享。那最后盒子里面还有一个 Q 弹的柔光罩，就这样子。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深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布丁 V2 口袋摄影灯，它的功能到底有什么？那到底如何使用这样的口袋摄影灯？还有我自己的使用心得。